的诞生都注入了台塑生天团队们的用心。所以早年这个厂它负责生产的台湾大概超过80%以上的传统型梗，但随着时代的演进，我们一定要做改变。所以我们大概在2003年，这个厂我们利用了台化的纺纱厂温港州，我们租了他们的厂，然后把它扩建成这边的化妆品厂。各位熟悉的 Forte、 Derma Formula， 一直到最近的所谓的 Doctor's Formula 的洗发精的系列，所以那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演进。我们现在迈入了第三阶段的演进，我们跨入了预防医学跟所谓的观光产业。我们希望透过观光产业的一个运营的过程中，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我们的品